你跟我再说一句，新疆人就脱鞋，其他人不脱鞋，你再说一句。不是，你再说一句。这里不能录的。不能录，不能录。啊？你们是在搞歧视呢，是吧？不是。啊？不是。那其他人都没脱鞋，就我一个人新疆人要脱鞋，在这边新疆人在这边，我们就是中国人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受到歧视？没有被歧视。你刚才再说一句，你刚才把那句话再说一句。啊？不，你们要向我道歉。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我刚才说，我过来，他说让我脱鞋，我为什么前面的那个人不要脱鞋？他说，就因为你是新疆人。这个你们在搞民族歧视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说新疆人这句话？刚。新疆人怎么了？没有怎么样。没有，你跟我个说法，今天要跟我个说法在这边。先给后面旅客先挂好不好？好，我跟你解释好不好？那你刚才再说一句。谁陪我道歉了？现在陪我道歉了吗？啊？他们应该向你赔礼道歉。今天爆炸又怎么了？我爆的吗？啊？新疆人2000万个人口都是民族分裂，这都是恐怖分子吗？不是。哎，你们整脑子长点东西行不行？哎，你们是汉族人，我们是维吾尔族人，我也是中国人，你们都脑子进水了吗？你刚才说什么呢？安静一下行不行？安静一下行不行？你现在马上报警！我现在我一个人都不要过。不要生气，我刚才没有说你。新疆人怎么了？他们应该向你道歉，你不要生气。好，你刚才再说一句，我现在我真的不让。我是交通大学，我在上海工作。深夜王吧。对，深夜王。你再说一句刚才你说的话。麻烦。那你让他现在过来跟我道歉，我就走。现在跟所有的新疆人道歉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！你放心好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啊，绝对没有。现在不要这样歧视，好吧？没有，这种爆炸事就是你们歧视而搞出来的。不是歧视的，没有歧视啊！你要推我，对我，他不听我问题。没有，我就要挑这个事情，今天。不要提新疆两字，为什么要提？绝对没有。他就刚才说了，我们不说他说，对吧？我们过来办公的。我知道，不用这么生气，没有这方面的意思、啊。那你跟我说吧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脱，别人不脱？别人也有脱的。没有，你今天那为什么要抽检、啊？你不要一句话就说没有了，有抽检的，有的，都有的。都有。那他在刚才明确说，他也跟我说了，他可能解释不太清晰，对，可能误会了，不太清晰。你不用这么生气啊，这个。脱鞋是所有的旅客都有。都有抽检啊，都有，他并不是一个。上海可能不一样，上海所有人都检。那我们是抽检，对，你不用这方面的，你不要需要那个。